老板你好，我给您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生产压套机的一个车间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成品。我们跟拓锐的是一样的，这边是框架，下面油缸，这边都是无缝的，它是一个整体，就包括这边所有做的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在这个方面质量方面还请您放心。而且我们设备呢做完之后还会做真空热处理工艺，这样会使它的硬度更加强烈一些，更使用的时候更加耐磨，寿命更长久。然后那边呢也是做好的一个成品，基本上都是客户已经订好的，只是还没有发，客户还没有要货呢。